Camp Season in Taipei Fan Meeting， 我是今晚担任这个演员丁海寅的粉丝见面会第十个季节的 MC， 我是周啊，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想大家等这一天应该等很久了吧？好，那就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和尖叫来欢迎我们最爱的演员丁海寅出场，欢迎。现场，那当然呢，也要来跟这个丁海寅分享一下。其实刚刚苏华特别询问了一下，现场有很多人呢是第一次来到你的见面会，再次举手让我看一下，下午好，有多少？哇！而且呢，还有四年前也曾经在这个场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也同样是十月，也有在现场的请举手。
也是不少的，所以我们这次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当然这一次来到台北又再一次看到了这么多的粉丝朋友们，现在目前心情如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非常很高兴见到你们。4년아니죠四年对吗？제가이곳은팬미팅을처음했던곳이어서타이펜잊을수가없어요그래서오면서도비행기에서도그렇고엄청설레면서예전에그행복했던감사했던시간들과여기여러분들과함께했던그런추억들이새록새록다시기억이나는데이렇게다시이자리를찾아주셔서정말진심으로감사드립니다台北是我第一次做见面会的地方，所以当我知道要重新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非常的心动，非常的期待。包括在飞机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也非常的期待可以再一次见到大家，也非常开心跟感谢大家所有的人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再一次致上感谢。当然其实在这一次的见面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今年呢算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呢是这个丁海寅出道10周年，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粉丝见面会上呢也特别定义为 The 10th Season， 也就是第十个季节。那当然也想要问一下，这个听说这个之前呢，不管是在首尔场啊、马尼拉场还有香港场，粉丝好像都非常热烈，对吧？네지금데뷔10주년을기념해서이렇게지금팬미팅을하고있는데데뷔한이래가장행복한시간행복한기간을보내고있어요이렇게작품을보통은하면서계속팬미팅을했었었는데제가지금팬미팅만하고있거든요근데이렇게많은팬분들을계속만나니까정말에너지가엄청나게충전이되면서다음있을작품과촬영도정말잘할수있을거라는생각이벌써부터듭니다其实对我来说，就是现在真的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通常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边拍作品然后边办见面会才是。但是现在真的是我出道以来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的粉丝，然后给我这么多满满的应援跟爱，让我觉得我下一部作品一定可以带着满满的力量来为大家来带来一个更好的作品。혹시지금제가2018년도에여기서팬미팅했었었는데그때도오셨고지금도오신분혹시계신가요有没有201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办见面会的时候有来过，然后今天现场也还在的朋友们。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真的，台北的粉丝朋友们对这个丁海寅的厚爱呢，可以从此看得出来哦。那当然，其实这一次呢，因为是10周年的一个见面会嘛，然后也去回顾了这十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这十年的话，你会怎么样子说呢？한단어요谢谢。当然因为有粉丝们的身边的陪伴，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今天呢，我也希望台北的粉丝呢能够用非常愉快的心情一起度过愉快的夜晚，好吗？